这个挺闷的，好挺闷的，还有没有这个故事。射门！慢了，慢了，慢了，小枪将的时候，快点把这个镜头看着就好。对，终于把他给扔小枪了，这机会。不要了！
把你上手怎么办呢？没发了，离门太小，离门远点。你这都能抵得进去？你以为你老张？有一个，哎，小子，来去那包里找找。捡回来打喷嚏了，这不讲究了。老张这是躺平呢，也是夸奖。老张在梦里都被你喊醒。10:17，躺赢。老张在睡觉。听，睡着赢。开了。租一个。